文艺电视空调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啊，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的美女护士团。听到医生很尖叫的声音在我旁边，好刺啊！哎，哇，我们的天使姐姐，是我害了你吗？他会稳住吗？他会稳住吗？哦，哎呦，哇，他真的很厉害。哇，不错，漂亮。哎呦，握紧啊！加油！当心！站起来，快点！好的。这个目光非常坚定。加油，马丁！他能够拿到空调吗？没错，这里依然是全中国最火爆的大型户外挑战节目《美的电视空调智勇大冲关》。我是 KK。大家好，我是王欢。我是唐笑。我是刘。哇塞，大家一定会想，为什么今天这四个主持人会穿成这个样子，学士服啊？那应该说呢，今天有很多的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们呢，就把他们的毕业典礼放到了我们智勇大冲关的赛道上。真的吗？所以今天是他们毕业了。同学们，你们在哪儿呢？冲关的赛道上才能看到，真的全民健身，全民挑战，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来到大智勇大冲关，我们看到你的笑脸，看到你挑战的身影，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了。没错的。好的，那么一起来喊我们今天的口号，今天我们毕业了。智勇大冲关，让我们冲起来吧。智勇大冲关，幸运来挑战。首先是我们的一球定音，对，这是我们选手们即将面临的第一个考验，要把它狠狠踢出去。如果打中三的话，恭喜你，哎，不错，你开了个好头。只要过三关，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保底奖品，那就是美的单门冰箱一个。如果四关呢，就可以获得美的全自动洗衣机一台。如果什么都没有碰到的话，恭喜你，你有机会拿大奖了。那就是美的变频空调挂机一台。是的，当然需要我们选手呢付出全部的努力，能够闯关成功。对，如果呢闯到，对，如果闯到第五关之后呢，还可以有一个博弈选择。对对对。哎，一关就是我们的避虎坑，一关就是球上飞。对。如果选择球上飞成功的话，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美的变频空调这个幸福家电套装。对。对，前三关的奖品可以有一个总和，哇。对，价值5000多块钱。那如果你挑战避虎坑的话，恭喜你，哇塞，奖品更加丰厚，价值9000多元的。空调挂机跟柜机送给你。哇塞，这么多奖品还等什么呢？所以会吸引我们的选手源源不断的来挑战。现在看到在这里整装待发的是我们四位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学子，告诉我们来自哪里？湖南商学院。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们好运。哦，好，脚上功夫应该不错。哇，好厉害哎！加油，彭壮，加油。Let's go。小心啊，小鹏！鹏壮，站起来！好样的，不错。他挑战了自己，第一关顺利过关。来，我们其他学子可以给他一块加油。那面对我们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呢，的确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的生活。让小壮这一关呢，双手要抓紧。好的，不要打滑。我们的学子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旋转屏幕面前，这个一定要有速度，你还有不到1分钟的比赛时间了，站稳喽！太遗憾了，如果是第三关能过的话，应该有奖品拿了，但是只差一步。3、2、1，出发！Go！哦，小心同学，小心，当心！站起来，快点！可能这身学士服有点阻碍他的脚步。没问题吧，同学？好，不错不错，是我们要有经得起风雨，经得起坎坷的这种心理准备。大家好，我们是昆城乐队，啊，我给你们带的歌曲是《热情的双梦》，大家让我看看你们双手热情的飞舞。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这个双梦。谢谢。昆城乐队。请问你们的昆城在哪里啊？哎。哦，
蚊子啊，小强，小强啊，这个乐队组成多长时间了？大约一个月前吧。哎呦，有一个月了。就是刚才刚成立不久的。不知道你们昆虫能不能踢中足球啊？没问题，没问题。好，来话筒交出来，看蚊子力量大不大？蚊子加油！五官等待着你们挑战。实力强。二一，出发。小强加油！小强你好顽强，快！好，小强你是最棒的哦！小强加油！你是最棒的！小强你很强哦！小强你真的很强，加油！哎，不错，小强真的很强。利用三十秒时间通过这一关。小强要观察一下我们旋转屏风幕的转的方向，还有转速。哇，小的，抓紧，抓紧时间。哎，小强！哇，小强你太强了，有种阴沟里面翻船的感觉。这你都翻得进去？他也是第一只昆虫，小强。那下面的蚊子呢？蚊子表现会怎么样？我会到终点的，二哥等我。好的，我在这里等待着你，接应你。好，准备冲 ！Just go！ 蚊子飞起来，飞起来！这哪里是蚊子，简直是头犀牛！稳住，稳住，蚊子！抓紧了！啊，蚊子很阳光的一个男孩。对呀、啊，哎。太急了，我就觉得你太急了。我刚想说这个蚊子号称轻型轰炸机，绝对没问题的。铁杆球迷来喊出你们心目当中最喜欢的球队是马竞。这边的意大利队吗？哇，一个是五星冠军，一个是上一次我们世界杯冠军。当然了，今天他们来到这个大冲关呢，也可以体验一下足球的魅力。对，我们专门准备了足球。一球定音，来，三二一，为巴西踢出去。拜托，差一点点。所以我们巴西队的球迷要过全关，来看看意大利的球迷呢，来，意大利加油！哎，踢到了四，来准备，三二一，出发！何雨斌为了巴西，为了自己而战，好样的！抓紧，一个。来给好兄弟加加油！来加油，加油，何一鸣加油，你最帅！马一田，马一加油，何一鸣加油！来，何一鸣，他最喜欢哪个球星？卡卡，卡卡，加油！哎，他是不是经常会自己就幻想着自己是卡卡，然后在绿茵场上那个放肆的奔跑？对，好，加油，加油！还差一个，还差一个，我 哇，溜下去了，好可惜啊，还是溜下去。那下面我们意大利的来吧。Just go。好。小姐加油！哎，上来了。啊，加油加油，意大利的飞光，加油加油，是我们意大利的飞光。稳住，稳住！哎，加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加油！你那些最棒！对，姚姐，你的兄弟们都在给你加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大家的破后盾！对对对，打！他集体战斗了。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对不对？是我们巴西队永远是最棒的，是不是？你什么时候成巴西队了？你好了好了，好比赛加油了，准备，冲 ！Just go！ 颁奖台加油了。世界杯赛场上，各个球队呢拼的是你死我活。那我们场下呀，球迷们，看来他是一位直接跳水了。没有，他还没有决定好该怎么跳，闯关结果就落水了。不是很难啊，四关可不可以？没问题，来，冲！
好，抓紧，为了自己喜欢的球队，今天要在智勇大冲关上一显身手，让我们记住你的名字。哎呀，没关系，小小的遗憾，让我们下次有出发的理由。好，那么现在又是三口之家来到了我们的起点。这位幸福的老爸叫什么名字？王武斌。而且他们说了，他们双兵合璧，双兵合璧身上的宣誓，天下无敌啊！智勇大冲关，一家三口来过关。哎呀，差一点点。好，三二一，出发 ！Go！ 王武斌啊，帽子掉了，不管了。好，再来，不错。哎，孩他爹啊，要树立榜样。来，我们的小天使，看看看爸爸好勇敢。别看这个王武斌自己身材比较庞大啊，但是很灵巧，这个目光非常坚定，落水非常坚决啊。落水十分，妈加油 ！Let's go！ 双兵合璧，刚才的王武斌先生呢，已经是在第二关这个没有过得去，接下来看看妈妈表现怎么样。加油！这比真的比老公要厉害，是不是？你看第二关已经过了，人家跑到第三关来了。是。好，这位幸福的妈妈，好像第三关对女生来说都不难。好，不错不错，有戏有戏。好，没问题。哦，冰壶加油，注意把你的身体要往右倾斜。控制好他的平衡，所有的女选手都已经非常熟悉这关的关键了。哎，手还是要离开地面啊。没问题，没问题。OK OK， 这样是 OK。哦，不错不错不错。好，抓紧时间，快点，你的时间还很充裕，要靠弹簧弹高一点，然后抓绳子抓得高一点，抓住。哦，要过全关了。来，三二一，出发。哎，他也是跃得很高哈、啊。哎，非常厉害，我觉得有刘翔的架势。看他的臂力，第二关怎么样？看他经常锻炼的人，身材都会很好啊。他告诉我会，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去健身。他为什么每天都能坚持去呢？漂亮，非常轻松的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我们第三关，旋转独木桥。抓紧时间向前冲，非常悠闲啊，这位选手。这一关一定要注意他的稳定性。没错，他来到每一关面前都非常的淡定，非常的自然。我相信也是这种心理素质啊啊！哇，一个意外。身手不错。非常棒，但是他要怎么翻上来呢？这里要想翻上来的话，真的是非常有点难度哦，很多人都是败在这个地方。哇，他真的很厉害。哇哇，他上肢力量很强，真的很厉害。抓紧时间冲单跳，助跑，三二一，冲！跳，往前跳跃，漂亮、啊！成功了。来了，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兄弟，你还有十九秒的时间，你要计算一下你的时间。十七秒。加油！漂亮！抓住！啊、上！上！上！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坚定。八七，这里六，这里五，漂亮！当你的鲜花属于你，谢谢，恭喜！恭喜，非常棒！那么我们美的的变频空调挂机一台送给你。哇，你真的非常悠闲，你太厉害了！感觉如何？我看强壮的身体。好累啊！那么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博弈环节，在你的身后有两条。非常非常难的赛道，一条球上飞，对，另外一个是壁虎撑。那么要挑战哪一个呢？我很激动，我都想要。哇，你都想要，我们很欣赏你。但是我要先送给我女朋友这台空调，下次我还会来的。哦，加油！来加油！加油！美的变频空调，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美女护士团，听到一声很尖叫的声音在我旁边，好刺啊！哎，哇，我们的天使姐姐，哎呀，是我害了你吗？会稳住吗？他会稳住吗？哦，哎呦，好厉害了！他不仅可以喝啤酒，漂亮，哇，握紧啊！加油，马丁！
他能够拿到空调吗？坐不坐，往前跳。哎啊啊！这个目光非常坚定。来，欢迎江南三大才子曾小华、袁峰和杨杰。哟，原来还是武秀才。哎，好，你们要过几关？好，没办法，全场五关。三二一，出发 ！Let's go！ 哎，哇哇哇哇！他想钻过去，钻过去是不行的。哎，可以的，还算顺利了。来到了第二关，哦，我觉得第二关其实耗时不能太长，要很快的过去，这样就会节省体力一些。好，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哈。哎，主要是好，顺利的过了第二关，哎呀，又倒回去了，哎，好嘞。来到第三关，一哥子曰，好了，他已经来到了第三关，来到我们的啊，好吧，哇，一哥的，我其实想给他一个热情还在继续，对啊，我其实想给他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你把他吓着了 ，Let's go。哎，哎，要小心，慢一点，好，加油。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办法呢？是很快呢，还是很稳的过的第二关？好嘞，他选择了不快不慢，哎，掉下去了。就今天，蒋一平先生欢迎你。哎、哇！可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是一位非常开心的朋友、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赛道也能够同样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来，蒋先生，来选择一关。哎，球技怎么样？哎，过全关啊！踢了一个水上漂，全闯五关。来，蒋先生准备好，三二一，开始。Let's go！ 蒋先生拿不拿到空调看你的了。哇，我是第一次看到有空调。哎，犯规犯规犯规！来，挂起来。哇，我第一次看到穿皮鞋的人过关的。哇，他表情特别兴奋，是因为我们赛道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啊！哇，哦，好可惜哦，太可惜了，似乎都能听见他哇了一声掉下水中。李勇呢，就刚刚有两个特别可爱的宝贝，是不是？多大了？刚刚才15天，刚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是早产嘛，八个月左右就生了，然后在保温箱里面待了10来天。我想通过这段关系，通过我的那种旁观的精神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宝贝，然后接下来的背负当中能够健康，那么祝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都平平安安。啊，真的是一个好爸爸。对，来，来选择，选择你的赛。好，全场五冠。好的，我希望我们的爸爸能够加油。李勇今年27岁，是做消防工程的。哇，因为宝贝刚刚出生15天。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当老爸特别的急，他希望能够用我们智勇大冲关这么好的一个人气来为两位宝贝来祈福，希望两个宝贝都有好运气，哎，能够平平安安。平平安安的，对，没错。老爸，这位老爸，你的女儿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加油。没错，加油孩子的爹，我们都会为你的宝贝女儿祈福的。哇哇，非常厉害，非常棒，险中求胜。握握紧啊，哇，他握得太恰了，一定要抓住杆头握紧他。对，不过没有关系，也希望你的两个宝贝女儿可以健康成长，谢谢你的参与。是的，祝他们永远快乐，谢谢你。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绝活？倒立喝啤酒。倒立喝啤酒啊？怎么可能？来，倒立喝啤酒。哇，大家有没有看到满满一盆的啤酒？要把管给你吗？哇，厉害了，他不仅可以喝啤酒，还可以喝蜂蜜。哇，哎哎哎，哇，真的喝出去了，而且你看到没有，居然真的没有从鼻孔冒出来。哇哇哇哇，快喝光了，喝光了，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大哥。哎，小麦哥，小麦哥，已经喝光了，对。哎哎，
气的感觉怎么样？他不能讲话，以后一讲话的话，啤酒会流出来的。刚刚打了一个嗝。可以讲吗？大哥，大哥，你为什么要倒立喝啤酒呢？为了长头发。为了长头发啊！这是一个绝招吗？那不行。好，来，大哥，来选一个。走。哎，没有击中。可惜呀。哎，我们的要过全关了。会倒立喝啤酒的。蒋劲松大哥。他说这样倒着喝啤酒的话可以长头发，虽然头发长得比较慢，但是呢头发真的是越来越黑了。是的，也是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嘛，对不对？是的。哎，我们蒋大哥倒立哈，用头倒立，其实手臂也有一定的力量。哎，在这里第二关也是充分的运用到了，非常棒，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小心脚底下好像有一点滑，用你的脚掌蹭一下地面，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旋转独木桥来。其实刚刚我就特别好奇他的胃啊。哇！哇，可能是喝完啤酒之后有点口渴，又想去喝一点水。对，我觉得他的胃肯定长得特别的独特，可以倒着喝啤酒，怎么消化的呢？大家好，我们就是一个寝室室友。哦，室友，其实人生最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就是大学的时光，集体宿舍，没错。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选择一下我们今天的关卡吧。我要唯一穿拖鞋的来踢吗？哇，怕把拖鞋踢飞了。哇，哎，三号踢中了。哎，我们三兄弟，我们三兄弟出发之前还有一个仪式，来，玛丽玛丽哄。智勇大冲关，人家一分，加油 ！Just go！ 对，好，一看就是一个即兴的人。好的，王慧。哇，还真，我猜的还真没错，真的是个急性子的人。我像一只猛兽一样的王慧过来的时候，居然还有69秒，加速，加速！做自己拍拍掌给自己加油。没错，通过第三关你将会获得我们美的为你提供的单门冰箱一台。他会稳住吗？他会稳住吗？哦，哎呦，抓住抓住抓住。哇，还有机会，依旧还可以上来吗？坚持住。他一直采用这种倒着爬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有一点很耗时间。他不但耗时间，而且有一点就是很难再转上来。没错，所以我们心里都为你捏把汗，加油！哇，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相信自己，你可以的。时间还有25秒。因为在杆子旁边，所有的软包都有点滑，所以他的手跟他没有摩擦力，很难再上来。加油，不要放弃！不错，好的。哇，他居然上来了！简直是奇迹！恭喜你在规定时间之内拿到了你的单门冰箱。第四关，时间已经到了。虽然时间到了，但是没关系，他现在战胜的是他自己。一、二、三，加油！漂亮！哎呀，恭喜他获得美的为他提供的单门冰箱，也来恭喜！美的变频空调，智勇大冲冠。加油，来出发，来 ，Just go！ 穿着拖鞋就上了，下回大家还是要一定要穿运动球鞋来啊。哎，穿拖鞋其实还比较危险。好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第二关了。哎，不错，我觉得他二头肌比较的大，比较强，哎，臂力应该不错了。好，哇，好的，他想一跃而过。哎，好，很成功，非常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旋转独木桥这一关一定要稳定，不要在这一关浪费太多的时间，你还有55秒的时间，加油。没错，这一关就是一个分寸，掌握好了就很容易，掌握不好了就险了。来吧，走过来，还有44秒，加油。哇，成功了。好了，美的单门冰箱已经属于你了，你还可以继续挑战。漂亮，哇，现在他已经获得了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还有25秒，加油，往上跳，抓住。哇，他获得了美的为他提供的全自动洗衣机一台。以后运动就不用担心衣服洗不干净了，我们的洗衣机全自
自动的。今年暑假不送礼，不送礼呀，不送礼，送礼就来大冲关呀，大冲关！哎，好开心的哦！这什么东西也可以出声音呢、啊？没有我的声音哑了，然后就让我的同学在后边帮忙我讲。啊，来，我们来请出我们美女后边的美女，好不好？瑞哥，你能不能帮我踢一下？啊、我一般就只能踢到三的，别的我踢不到。对，我就是希望是三，架势要拿出来，不能输啊！美女的期望在你的身上，走嘞！哇，来呗，出发 ！Let's go！ 加油，郑松！好，加油！哎，我发现我们的瑞哥还是蛮怜香惜玉的嘛。好，来到了第二关。哎，平衡还不错。稳住，稳住，掌稳。不错，不错，往前跳。哎，啊啊！直接。他最后没有往前跳没错，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掌声欢迎长沙双截棍联盟的同学们。好，来开始，来谁来来做选择？来，哇，鞋都掉进水里了！这全过五关，好吧 ？Let's go！ 直接摔过了我们的第二关。前仆气势。好嘞，哎，基本上还算是顺，第一关过了，看第二关，还要个助跑。起跳，前面几关不出问题，主要看后面几关，哎，可能有点犹豫啊。对，可能已经体力不支，在第一关已经冲完了。信心不足。哎。来，接下来出场的是王跃军，湘桂军团雄霸天下。好，出发。Let's go。好有霸气，要雄霸天下。哎呀，冲！哎呀，哎呀，很顺利的过了第一关。哇，你的表现很不错，抓紧时间向前冲。非常棒，已经通过了第二关，来到了我们第三关，旋转独木桥这一关一定要注意稳定性。你要很平稳的走过来，你还有时间，你还有50秒的时间。没错，刚刚你的队友表现都不错啊，小心小心小心过来，哎呀啊！抱住，好的。哇！来，先爬过来，翻身。真的是非常有毅力。今天有好几个选手都选择这种方式啊。哇，他们都是被迫的。对。那他要怎么样才能翻上来呢？时间不多哦。真的，这边如果想要翻上来的话。这边如果想要翻上来的话，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臂力，没错。虽然他的时间在1分1秒都过去，但是他没有选择放弃，他还继续在拼搏，顽强的拼搏，我非常欣赏你。想要上来王跟上来，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加油，加油。香桂应该是他的第一名吧？虽然你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他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谢谢谢谢您的精彩表现。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那种光芒，在奔跑，在坚持，哎，是不是？对，问一下马丁，刚才评价一下刚才打手鼓那个男生表现怎么样？啊对啊，你的临时搭档表现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建立一个乐队。OK OK， 是吧？我就还是负责当鼓手，好不好？鼓手就捣乱那种。来，马丁，先开球，想一下。加油，马丁！哇，四，非常有力的一记射门。Ready， Go， Go， 出发啦！注意速度，马丁太慢了，快一点。好，估计马丁在开场的时候唱了歌跳了舞，已经活动开了，颠了球，是完全活动开了。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马丁的体力已经浪费一半了。
那么你作为好搭档，你应该替他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忘记那个英文怎么说了。Come on！ 好样的，马丁。马丁。好。好，我们的马丁已经顺利的过了第二关，马丁加油加油，赶快！加油！因为时间还有48秒的闯关时间，你需要过了这个旋转平衡木啊！加油！好。撑杆跳，跑起来，飞起来。加油，马丁！好、哦、哇，好棒哦！马丁不仅仅哎，马丁现在已经有奖品了，美的全自动洗衣机一台，给你，恭喜你！加油！加油啊！对，然后抓紧跟，哎，标准动作，没错，喂！好样的，马丁！哇，胜利绽放！你太棒了，马丁！加油！快乐男生马丁成功登顶！哇，好棒哦！鲜花送给你，不但歌唱得好，没想到闯关也这么棒。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美的变频空调挂机送给我们的马丁，恭喜你！希望你能有一个凉爽的夏天。哎，太厉害了，马丁！马丁哇，你上来了！哎，我不是，我要跟我的搭档好好庆祝一下，好棒哎！组合，哇，好棒，好棒！那你们组合呢？现在要不要来选择一下？因为他现在过关了，就有一个选择嘛。对，现在要继续通关。这个右边呢就是球上飞，左边呢就是壁虎撑，可以吗？你可以吗？我 tr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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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自美国的小伙子马丁，加油！喂喂！哇，好遗憾，只差一个球了。真的只差一步啊！哇塞，好可惜，差一点点啊！选手哎，啊，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的美女护士团。我想问一下，就咱们医院的住院部还有没有空余的床？我也想住进去。对，我也想啊。啊，那不是等一块住进去？我们有点过了，好不好？收下我们的情绪，好不好？来，因为他们还有他们特别的一面，再呈现给我们，好不好？好好好。一别，去。瑞哥，你要干嘛？是模仿吗？哇！发现他们的 T 恤完全是用简单的他们的中心医院的 T 恤剪裁成的，嗯，很时尚。还有现在最流行的流须流苏。好劲爆啊！中间还有钢管，你看到没有？天哪！哎，再次掌声，谢谢各位美女，谢谢。哎，你可以收招了，收，哎，对。哇！好，是希望瑞哥能帮我们五个人一起踢一个足球，好不好？我相信我瑞哥肯定也踢出，对不对？对。不要了。不错嘛，第二关好的，哎，很稳的过了第一关。好，来看一看这边。马丁加油加油！哇，只听到一声很尖叫的声音在我旁边，好刺啊！哇，很遗憾，但没关系嘛，还有千千万万个姐妹们，记得钱。来，二一出发。差一点，好险！哎，要跨栏哦，不能是这样。哎，对，好嘞。好，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成林，你的好姐妹们要跟他说什么吗？加油！除了加油，还有什么别的话鼓励他吗？我们一定会顺利的。慢一点。慢慢走，不着急。对，慢走，白衣天使。不要着急。慢慢走。你的好姐妹，你掌握好平衡，不要着急。他在走的时候还不忘记标标。需要拿到什么？拿到什么？自己美丽的荣耀。啊，太可惜了。哎呀，很可惜。好，我们的呼吸科的美女啊，接下来也要努力了，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有信心哈，加油啊！拿到一个空调，哎，好嘞，三七二一，走。哇，哎，你发现他腿很长吗？对啊，这个跟我们腿短的人相比，他真的是有优势。对啊，腿短嘛，倒腾得快。对，他基本上就不用跳，他就可以直接迈过去。哎呀，直接啊的一声就掉进水里了。加油，来 ，Let's go。Let's go。哇，很轻盈哎！好嘞，来的第二关，一定要保持好平衡。哎，第二关它也是如此的稳。好，没关系，我们时间够，不要过到最后一关，慢慢来，加油，很稳很稳，再一步一寸的挪哈。来，你的好朋友加个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哇，你的好朋友在这边看着你也特别紧张哎。没关系，其实快到了我们的终点，可以选择纵身一跃的方式啊。哎，哎，哎呀呀！哇，我们的天使姐姐！哎呀，是我害了你吗？后尘，你要干嘛？这是我让他纵身一跃，是帮他了。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他曾经在我参加过我们的比赛，所有关卡他都可以过，所以今天我们会把前面所有关都调到最快的速度，然后看看哥到底过不过得了。而且今天他只有挑战壁虎撑成功，才能够拿到最后的奖品。我们所有人都来拭目以待，看看袁松是不是能够通过壁虎车。妹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哇 ，Go！ 哦，现在速度已经非常的快，好像遇到一点麻烦，没关系，过了。哇，因为这个转速也特别的快哎。啊，绝对实力没有问题，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哇，我觉得这一关非常水流好大，而且天哪，完全没有预想到。他是第一个，还有70多秒时间就已经通过第二关，来到我们第三关的选手。完了，我似乎已经看见一台空调在向我们拜拜了。对啊对啊对啊，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这个节目好看，奖品我们多的是啊啊、哇，其实有点遗憾、哥只是个传说。真的是个传说，不要迷恋哥。是的，或许你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可能开局有一些平淡呢。对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智勇大智观绝对不会平淡。一个遗憾，因为在这里边的话，所有的选手他们都会有特别出色的才艺，没错，而且有特别出乎意料的摔跤方式。没错，在这里边的话，欢迎所有朋友们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就是0731-8281-0800和8281-0900。没错，还有我们的报名地点就是湖南长沙皇冠假日酒店1516房。另外，你还可以登录精英网以及加我们的 QQ 啦 ，QQ 就是8551-0000。欢迎你们来参加。是的，在这里边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就是我们的主赞助商，他就是魅迪变频空调。是的，还有电视机前你要记得每周周一到周四晚要记得收看我们的智勇大冲关7:30，我们不见不散。是的，智勇大冲关，幸运来挑战。哎，让我们挑战起来，来，1、2、3。